那个娃娃，嗯，这才六岁多岁，还，你看这都大虚的人了。上哪都不害愁的慌。啊，不害怕。你看昨天那么那天那么大肚子。那天真是叫他吓的。哎，那不叫鸭子。他一说我都。那不叫鸭子。他找了孙女去，他看水了，上了东边去了。 他不赖他，不赖他惦念着，害怕。那水那么大，这又好歹的。他说淌的水过去了，过去他是不敢走了，水都到这的了，还走，看着老孙红的了，说你别过来，别过来。啊，他不让我过去。嗯。我就不管了，真不管了，不管那事儿了。嗯。我也不害怕了，反正闹事儿。嗯。 他说找不着他，看不见他，他从死活死了。他一说，我都掉泪了，还。哎呀妈呀！嗯，他让我死了。那谁俩人都去领了，一块儿去领了。我这你说他死没死啊？你要是死了，他要回来了，你说你。我也不看好了嘛。嗯。嗯。你找真爱了哈，一死我也死，一块儿去死。嗯。完了，等他回来了。天天。等他回来先，哎呀，你要倒的话起不来呀，我也伸手我也就倒，咱就得走了。 我这哪6点多钟？几点？6点半，9点。9点半。嗯。6点半，9点半。一会儿你告诉他再给你打回来试试。嗯。他不是不故意碰出来的电话呀，所以没说话。不是，他把他那打完了哈，完了没接，后来完了我又挂了，想打你姥的呢，完了那头又来电话了，再接就听不见。嗯，那还是电话有问题。 这回来自来了，你接吗？那个，这个天，这回来来自来了，你接吗？啊啊，这个天，听着我的说话。哎，俺这回好了，哎呀，这几天我也不打了，一打听他们听他们吵我，吓唬他，他好了。 啊，那天吧下雨，那天叫大水那个白哈，那是惦念着给这打的。我说是啊，那可能打个上东南宫去。你说那老水还才小着，那样都会在下滑倒，可是。都是大老，都是惦念。那是惦念哈，哪有惦念？那没老水还没平潮呢。嗯。你看那天发水那天到。 到2点来钟，他过去的。你说把我吓一跳的，全是上那边使他。嗯。